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gi， 小杨、林董、秀慧，欢迎收看《快速大胃王》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食物是这个，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的 donut。谁家没有吃过？你是看不起我呢？现在、没有在大胃王这个节目吃过 donut。我今天我买了两盒 donut， 一盒有六粒 donut， 而且这 donut 超多不同的口味。今天我要介绍这个新的嘉宾，他叫秀慧，他算新的 YouTuber， 我你的 YouTube channel 叫名字。何秀慧 SH， 你的频道是拍什么？拍摄技巧啊，然后唱歌搞笑的东西也是有啦。我是分享自己的生活这样哦。如果你们对他的生活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频道，可以支持他一下，我会放在这边哦。没有兴趣也是可以订阅、没有兴趣也是可以订阅，订阅就好。对，现在进入正题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挑战这个donut。两个人一组哦，我跟秀慧一组哦，另外一组就是林董跟小杨。今天有惩罚，惩罚了吗 ？OK， 今天惩罚就是 Running Man， 你们看过 Running Man 吗 ？Running Man 弹额头的方式，不是普通这样弹罢了，是这样弹。有女生带你玩这种弹的节目，所以如果我们输的话，你们就要对女生手下留情一下。你应该吃吧？我觉得我吃得过他们了。真的吗？你吃快吗？其实还好可是吃得完啊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正式比赛哦，我们就来手脚步，看谁先开始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布。不不，我一个礼拜有样子。喂，不喂，我默契哦。啊，小杨赢了，小杨你先选，你要先开始还是不要先开始？不要先开始。OK， 我们先。给我们先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觉得我们要讨论一些策略。我们来分配哦，你喜欢吃哪一个？我给女孩子先选。这个。哪一个？这两个。我吃四个。三二一，闪。吃过这种呢？吃过，好吃吗？你觉得？有一段时间很恨他，恨他为什么？腻，吃多回腻，所以要久久吃一次。很久没有吃了，吃一下会觉得还蛮好吃的。我不讲太多话，聊完就输了。也蛮好吃的，这巧克力。可以支持一下人家第一次当我们的嘉宾，订阅一下，订阅一下。我秘诀就是要水，饮料就是我秘诀。你吃蛮快下的，算你上来讲，他吃蛮快下的。哇，我队友，神队队友，叫我来吃第二个。你看，哇，巧克力内馅。竟然买巧克力？为什么知道？哇，三分钟啊，不会啊，我要支持你啊，不会讲话了。我的速度应该跟他一样。加油，还有两粒，不要太多。没有，因为我没吃午餐，所以我可以吃很多。如果我害你输，你不要怪我。我不介意被他了头。你的性格是讲啊，平时在荧幕上是比较嗨的，还是比较文静？如果心情不好的话，就是很文静，不会太文静啊，就是在屏幕上会比较主播，屏幕比较嗨。还是做主播了 ，B 哥，你们可以去支持他一下。这个绝对不是业配啊，这绝对不是 B 哥业配，只是不小心聊到嘛。观众朋友一定很好奇了，你喜欢男生是讲啊？我喜欢，主要是对女生好，就不会动手啊。不会动手啊？孝顺，顾家。我最厉害顾家了。我最讲你孝顺，不动手啊。我动脚吧。如果我看，不然就吧。哇，好对哦，一人一半给你。对，一人一半感情不算，你追求者嘛，人家追求者会打我嘛。快点打他，有鸡蛋。你不叫有鸡蛋，我不叫创业世界，其实没有在打我。等我吃完我就可以安心了。时间 ，OK， 我们时间是7分16秒 ，OK， 现在我们就下一组开始比赛，三。二一开始，点你要吃哪一个？我要选一下嘞。这边比较美，我吃这个啦。我吃笑脸的哈。哇，香蕉口味哦。哇，里面那个黄色的，我吃不出什么哎。绝对是业配。啊、里面那是蛮大的，很好吃。哇，对哦。拿到香蕉口味哦，吃慢一点，不要吃太快。哦耶，来给你一点这个冰冰。哦耶。讲一个东西啊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又要对一个东西反感了吗？什么？上次奇迹微接手到现在我都没吃过。没有，还有那个哪个？哦，还有那哪个？我朋友打包了，我给他丢掉。好吃吗？小杨，把拿拿。挺好，我蛮喜欢吃。
你这问题问的不对嘞。哦，对哦，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怪。那么好吃吗？小朋友，把它拿过去哦。你没吃过。哎，才一分钟哦。你喜欢吃香蕉还是榴莲？你玩过那配对吗？哇哇，这完全在吃的，我看到多久看不到哎。你还两粒，看看我们要不要给你机会吧，我们要剩最后一粒了。你看现在几分钟？四分钟。什么？我等完你一起啦。要不要给你机会？好，分钟现在，五分钟哎，你们多少七分钟啊？七一六。对啊，你先吃了，你吃了我也吃。很快懒的感觉，很快懒的这两个，才五分钟打草完整人哦，就是很屌。要帮你还是什么？不行啊，嗯，那比我还快懒。有时候你太轻敌啊，太轻敌就会输了，跟你讲。是哎，后面那个红色，真的。那风景很美哦。哇，完了那个冷气机，哇，是放心的嘞。那人晒衣服的。要玩了呀！别个嘎子不在上面走，啊，给他脱裤子哦。真的，我们两个啊。我们放水哦。输了啊！你们不用放水，你们都不赢。我说一口忘哎。早知道不要放啊。我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耶！你们赢了，请女生来玩的完惩罚，你叫我们赢啊！我看有一只头脑是烧到我。那我们赢好了。脑震荡，脑震荡。我是石油在那里。哇！所以今天我们快速大胃王挑战吃多纳已经结束了，今天是他们输，他们太过轻敌了，我觉得。只是因为有女生关系，你讲这种惩罚弹额头，我们才故意放慢时间。哇，君子哎，真是君子，给他们一个赞，给他们一个掌声。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小杨、林董还有秀慧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